会都完了，我们就坐在那边分享吃一些面包，然后有一个女孩子就跑到教堂的大厅里面，我们在外面就听到她的声音，非常甜美的声音，非常有力量，非常美的声音。我希望，而且她钢琴弹得比我好，对，我希望我们能常常可以一起唱歌给朋友们听，也唱歌给我们所信的神。大家好，我今年高三，然后我叫高轩，然后我是牧师的小女儿，然后我要带来第一首张惠妹的《记得》，谢谢。
那谢谢大家。那第二首我要带来一首流行歌，然后叫《维嘉幸福》，谢谢。心烦的错误。